阿女话咧要饮一个好饮嘅汤，呢个汤咧佢经常饮，快快手炒咗个花蛤。OK， 开始煲汤啦，加入飞过水嘅鲜骨、栗子，几粒去咗核嘅红枣，两粒无花果，少实都要舐一啲，莲子咧都要舐一啲。OK， 再放两片姜，加入滚水之后大火转细火煲佢一个钟。好啦，处理一下啲花蛤，依家啲花蛤咧其实冇乜沙嘅，俾少少生粉落去，散一散干净佢，之后冲一冲嗰个水口水，镬入边倒啲花蛤落去，之后加少少水，俾片姜去腥，吸盖滚佢两分钟，开晒口啦，搞掂。我一般嗰个汤汁咧就系妙嘅，因为太腥啦，所以咧我就会过一过冻水。好啦，这个时候个汤已经煲好咗啦，俾少少盐挑挑味。OK， 一定要用铁锅炒花蛤。你有冇睇到有啲不粘锅嘅噱头咧？佢话可以炒花蛤，你就真系炒花蛤。OK 啦，倒啲花蛤落去，炒香佢，俾啲蒸鱼豉油，再俾啲蚝油落去。蒸鱼豉油咧，佢本身咧就有啲烫喺入边嘅，俾啲生粉水，再加啲葱段落去，超级简单又快手。